从今天开始，我只做一个专一的混蛋。答应我，以后都不要再离开我。你到底是谁？5年前，我在一场重大的事故里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的长相，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可万一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呢？只要是你想去做的，我都会100%支持。 我差点就看清楚他的脸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楚5年前事情的真相。只要有一天没找到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你比5年前更强了。我魏魂熙在哪儿？我魏魂熙在哪儿？他到底在哪儿？别过来！我答应你，一刻都不会放过。 如果他就是我梦里的那个人的话，想不起来就忘记。你要面对的是未来，照顾好你们老大，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。锦溪，刚才那个吻让我觉得很熟悉。5年前的那起案子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他不叫白锦溪，他的真名叫……也许他只是一个巧合，不要再查下去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苏眠当众开枪杀人，你也是连环杀手。 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，字母代号为K。你永远也得不到他，第一次得不到，这次也一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你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把他们两个给我干掉！你要是遇到危险就吹他，我一定会出现。锦溪，我也会一直保护你。走吧，我会让你安息的。 我们的警队里头，真的有犯罪分子混进来。孙文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的人生早已结束，不是很警告你，你以后别再缠着锦溪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他？小川，他是我的弟弟，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连周小川都不如吗？我该怎么办？都会救下来。 一定会救下来的，都受死吧！小心点慢！我终于成为了你想要的人，可你依然不是我。周警官，现在前西3号线没了车，也被黑客控制，无法倒车。报告，刚刚出港的皇家艾斯卫号游轮突然从雷达上失去信号了。你跟他始终是警察和罪犯的关系。